我哋嘅平台鼓励创意，新思维激发新剧种。都是经过我们三位专业的导师精心挑选出来的。我只是想跟大家说，我会地有识训练大家，希望大家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见得多苦恼，想追到的最美会追到，难得的掌声已错够分手。我认为一个优秀的歌手成功的要诀并不在于他歌唱技巧有多好有多坏，想失去什么。世上有些爱，曾经有人跟我说过，说当所有人都有着同一个愿望，而这个愿望又成真的话，这就是 magic。 希望 magic 可以降临在我好朋友殷子晴身上。总之呢，我来到冲绳都找到你，我天天都见到你，还有啊，这一世你不可以不记得我的。你愿不愿意嫁给我？童话恋曲2013-14。你由头到脚边忽唔系我整噶，整完出事又要我去执，冇嘢啊你。其实你有冇整过啫？喂喂喂，讲咗话唔好掂块面。佢可以玩到你诊所都冇埋，你清楚啦。你惊我冇地方踎？我系惊我自己冇地方踎。我非常之尊重呢啲医生，但有啲人咧为咗搵钱就冇咗医德。佢细路女嚟嘅啫，仲要系你死咗嘅女朋友嘅每天。我已经很警惕我自己，很小心去做每一件事，但原来都是错的。不用怕，你们来得找陈医生，陈医生一定会陪着你们迎接个 BB 来的。崔医生就有自知之明了，转了做内科又不用揸刀，那你说不是简单很多？如果不是他，是这样逼你阿爸，吓你阿爸，逼你阿爸签字先抓对脚，我就会变一废人。我知道你关心我，但你不用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其实我还很生气的，就算你做啲咩都补偿唔翻啊！要你面对嗰一刻系非常之辛苦。你又教我做医学美容，我都以为我有一条好嘅出路啊！但原来你系揾我做你替死鬼，点解你要咁做啊？你今日拥有嘅嘢，好多人一世都揾唔到。如果你咁样都唔满足嘅话，冇一个手术可以满足到你。三面迎医。你知唔知點解做咗咁耐都仲係 senior 啊 ？Emma， 我當獨家，唯一條件唔可以出樣，因為我唔只想做個記者，我仲想做個人。我讀新聞第一樣學嘅嘢係新聞道德。炳寶，但我做新聞第一樣學嘅又係點樣賣紙？你應承過唔出去個樣，唔出樣個故仔仲有咩好睇？個個都話記者係禽獸，我想話俾人聽，我哋唔係。對你嚟講係故仔，對當事人咧，老人性嘅人先至可以做新聞。你攞緊佢條命啊！我哋係做新聞，唔係作故仔。乜你認為有分別咩？而家死咗人啊！你知唔知我几辛苦地同我老婆可以有 BB？ 你知唔知啊？我要你陪翻老婆俾我。动火新闻战。如果死人冧楼可以卖钱，我就俾佢买个好价钱。如果有得拣。我不会再揀这条路。如果再这样下去，最后就只有我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我一个人是一生一世的。靓仔有型高材生，还有英国贵族，都勉强衬得起我的。
你成日话人类嘅世界冇意思，但喺洛希兰身上，你可以见到人类嘅坚毅执着。我真系好想尽地一煲，搏晒老命咁打翻字，我要为我嘅青春留下烙印。只有洛希兰人呢个本事，令到你再次投入呢个世界。多谢。如果你真的觉得咁痛苦嘅话，我会将你冰封，我记得噶。仲有半年，点解系都要逼自己留在痛苦的世界？你不会明噶啦，你知道心痛流泪的感觉咩？我是吸血咗。我不会放过你哋，要阻止你，我会不惜任何代价。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亲眼看着自己最爱的人离开，而无能为力。你究竟想点啊？听古仔。惊疑世界。